明儿就是给下人们开工钱的日子，您怎么打算的？这些个事儿平时都是由你妈管。您以前说过，给下人们的工钱以后由我来发。这半年都过去了，我觉着该帮您管管院子里的事儿了。嗨，院子里不就那么几个下人吗？谁发还不一样啊？<笑>我听下人们议论，这个。 太太做事不太公平，发多发少，全看谁跟太太的关系近乎。有这事儿？我这也是听说啊，爸，您要是对我放心呢，这下人们的工钱以后就由我来发，谁好谁坏，发多发少，我心里也有个数，也显得您通情达理。您要是对我不放心呢，我……好，得。 你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。你说的也不无道理。一会儿我跟你妈商量一下。哎，那我就等您信儿了。月娘啊。啊，老爷。 你有事儿啊？啊，这两天呢，我心里一直琢磨着，光汉在施家好好的，怎么到了咱家就变了个人似的？是不是咱们也有对不住他的地方，让他不痛快了？自从他进了范家门以后。 做的那些事儿，你说哪一点儿像个自家人的样子？再说了，这些字画都哪儿去了？这些可都是老爷的宝贝，你也不问问是谁偷了，反倒……哎，要是丢点东西，能换回一颗人心，那也是值得的。 我现在什么都不计较了，把权都放给他，怎么样？让施家人也都看得见。倘若光汉这孩子以后十分的不地道，那我怎么做，施家人都没有话可说，啊？我就怕光汉这孩子什么都拿顺手了，反而好逸恶劳，学着京城里纨绔子弟的样子。老爷的好心，只怕没有成全他，反倒毁了他。夫人说的不无道理啊，可我觉得。 咱们做长辈的，凡事都先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当的地方，也好做出个榜样来，啊？既然铺子上的事情已经交给了光汉，那院子里的事情，索性也交给他算了。下人们的工钱也由他来发，也好让他找到一点做主人的感觉。 你说呢？如果老爷是问我的意思的话，我不同意。如果老爷你已经这么想好了，那就听老爷的吧。夫人。 其实这么做也是早晚的事儿，啊，让他早点熟悉，兴许光汉能跟咱们一条心呢。啊，哎，光汉到范家来能不能主事儿，我前面也说了，那施家人可都看着呢。您既然这么决定，我这就跟下人们说去。夫人呐。
你也不必挂在脸上，啊，先让光汉管着，要是有什么问题，咱们再收回来，那别人也不好议论什么。多年的苦心没白享，就要雨里了。哟，玲子，这是去哪儿啊？这不给少奶奶绣的枕套吗？刚好，你给带回去吧。嘿，这事怎么了？跟本少爷一惊一乍的。你胆也忒大点吧。三哥的铺子让你收了不说，这会儿连太太地盘你也敢动。范家一里一外，现在就是本少爷我最大的事儿了。你等着瞧吧，早晚有一天人来收拾你。收拾？我告诉你，念人不回家，那念春他就是个吃货，我给他俩钱，他立马南北不分的主。收拾？谁敢来收拾我啊？开始的时候我真想当个好儿子，可是范家人人防着我。人呢，你要是拿我当君子，那我就好好的当个君子，你要是拿我当流氓，那我也做不了别的，只能当流氓。多年的苦心没白享。少奶奶，您让我绣的枕套绣好了，也不知道您喜不喜欢。哎呀，绣的真好啊。这玲子的手可真巧啊，绣得比我强多了。谢谢少奶奶夸奖。来，陪我坐一会儿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我还是给少奶奶捶捶腿吧。这事儿呢，我跟太太也提起过，现在想问问你的意思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少爷总是在我面前提起你，言语之间也透着一点喜欢的意思。我在想，他每天在外面有那么多应酬，我呢又帮不上他什么忙，所以我就想让他收了你，也好互相帮着替我担待些。少奶奶，您能想着我是我的福气，我们做下人的谁不盼着有这等好事啊。既然少奶奶今儿跟我说了这事儿呢，我也想跟少奶奶通通气儿。不管是当说还是不当说，只要少奶奶听了不责怪玲子就成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就说吧。少奶奶说少爷的应酬是什么玲子不懂，玲子只知道少爷是凤凰楼的常客。要说这些事儿是忙的话，那少爷隔三差五的还真是挺忙的。你说的这个凤凰楼是什么地儿啊？嗨，不就是妓院吗？你怎么就敢造少爷的谣啊？你这是……少奶奶，这种话我可不敢乱讲的，这可是少爷自个儿亲口跟我说的，我只是来传传话而已。你，少奶奶，我林子长这么大，可是头一回挨打。你怎么就敢造少爷的谣啊？少奶奶，按理来说呢，
范家的大少爷去凤凰楼嫖娼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可是作为您少奶奶这么成全自己的男人，可是头一桩听说啊。我要是您的话，我早就撞死了。玲子，你先别走。少奶奶，我说的话你也别全信。我知道您今儿心情不好，等哪天您心情好了，我陪您聊天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院子里的事儿就归我管了。你们眼里没有别人，可以；没有我范光汉，不行。一会儿领到工钱，大家心里就都有数了。活干多干少，干好干坏，我这眼睛就是账本，一笔一笔都给你们记着。田师傅，今儿我算正式告诉你，午饭晚饭两荤两素四菜一汤要吃不了，说明你做的不可口，浪费，要罚。吃不够说明你心中没数啊，也要罚。听明白了吗？啊，又不是外国话，怎么听不明白啊？反正就是个罚呗。严妈，哎，您可是府里的老人了，您腿脚不利索，少爷不怪您。您要是真累了就歇歇，少爷心疼。可是您这腿脚歇了，要是还满嘴的跑舌头，那少爷可就要怪你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又不是外国话，说明白了。好，都听明白了，来领工去。严妈，哎，田师傅，玲子，哎，是不是给我开错了？怎么比上个月少一半啊？不是，我们这儿也少一半啊。对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少那么多？这钱不对。你们的工钱都领了。哦，太太太，把你们手上的钱拿出来，我看一下。这，玲子，哎，太太您进来。我还正说去找您呢。玲子，太太，您什么都甭说了。玲子，你是个聪明的姑娘，府里上下总得摆个平啊。嗯。光汉这么做，明摆着就是让别人眼红你，猜忌你，你说呢？太太，我知道光汉这么做什么用意，您就放心吧。不管玲子做什么事儿，都是为了府上。嗯，你明白就好。以后做什么事情，多个心眼儿。我知道了，太太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这是你们的工钱，拿回去吧。太太，让你拿你就拿。谢谢太太，谢谢太太，太太。大少爷他拿了钱还这么多废话，以后出什么事儿啊，有我呢。谢谢太太了。圈儿，哎，严妈啊，你看这里边怕是有毛病吧？呀，可不是咋的，要我说这钱咱不能要。那怎么办？我看是太太自己做的主吧，
少爷很可能还不知道呢。这几个钱是小，咱可不能给太太惹麻烦呐。怎么了？你以后能不能不给我发那么多工钱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不就两块大洋吗？嫌多呀？一碗水得端平了。这么说，太太把你的钱又收走了？没有啊，我自个儿交上去的。玲子，你等着，要是这点事儿我都管不了，我也管不了什么了。哎，光汉，你有没有规矩？妈，我正想问您呢，这院子还有规矩没有？老爷刚把院子里的事儿交给我管，我今儿刚给下人们开了工钱，您就横着来一杠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光汉，你这是跟谁说话呢？您说我跟谁说话呢？这屋子里有别人吗？光汉，老爷相信你，让你管事，但凡事得有个道理，一碗水要端平。没错，一碗水要端平，就是有奖有罚，这才公平合理。有奖有罚没错，但不能厚此薄彼，更不能由着性子来。那是您这么认为。既然这把尺子现在在我手里，谁多谁少就得我说了算。这是玲子交上来的钱，你说怎么支配吧。妈，八成是您把这钱送去给严妈和田师傅的，他们不敢要吧？没错，是我给他们的钱，他们不敢要，把钱给退回来了。这就对了。难不成您现在的意思是让我把他们退回来的钱再给他们送回去？您说他们敢要吗？妈，我告诉您，这个月这两个人除了嚼舌头，活干得不地道。我为什么扣他们的钱？他们心知肚明。照你这么说，要是他们下个月再干错点什么，你还不得把他们给辞了？妈，您可千万别说我不敢。如果让我发现他们做错了什么，他们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。范府不养只拿钱不干活的人。照你这么说，倒显得我以前没长眼睛了。哎，妈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从来没这意思。您老人家慈悲，我可不敢这么想。这钱怎么办？你看着办吧。您别生气啊。你怎么拿走的就怎么给我拿回来，我就不信摆不平府里这点屁事儿。少爷算你狠，我知道，你不就想让我成为太太的眼中钉吗？我可没想这么多，这钱你要是不愿意要，还给你爸和严妈，可是千万别还给太太。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我就是想让所有人知道，谁挡我的道，我他妈剁了他的手。
这些是衣服，又不是垃圾。妈，你就帮我去爸那儿说一声，你就说我不去念那所寄宿学校，我换一所其他的学校，好不好？你自己怎么不去说呀？让我去说，我刚开口，他肯定就让我闭嘴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呀？咱们家呀，现在不比从前了。你和念人当初上小学的时候，小三子每天接送你们，现在谁接送你们呢？妈，我都这么大了，我可以自己去上学啊。如今世道乱，外头兵荒马乱的，你早出晚归的，妈不放心呐。那就还让三哥来接送我，我去跟他说，肯定没有问题。哎呀，念春，三哥有三哥的事，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学，三哥来送你，已经很麻烦他了。再说了，小三子已经不是咱们范家的人了。可是，万一我在学校里，我想家了怎么办？到时候想您了怎么办？万一我还想吃红烧肉了，谁做给我吃啊？哎呀，念春，你这么大人了，你呀，一定要懂得学校的规矩。想吃什么了，你回家来，我让厨房给你做。不过，书啊，要好好念啊。妈，我就看你偏心。你看我姐，她也没有好好念书啊，她不照样也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吗？哎呀，念春，念人她是跟着别人瞎跑，但是人家书是念得好好的呀。哎，也是啊，这念人出去这么久了，也没往家里捎个信儿来。老爷，嗯，哦，车已经备好了，二小姐可以出门了。啊，三子，这回又得麻烦你了。老爷，您这是说什么呢？到了那儿跟校长说，对念春一定要严加管教。哎，不能因为我是学校的董事就手下留情。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嗯，哦，对了。有件事儿也得让你打听一下。您吩咐。方才我整理字画，其中有一幅垂钓图怎么也找不着了。嗨，估摸着怕是光汉又给倒腾到哪儿去了。你帮我留心查一查，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得把它赎回来。哎，前门外琉璃厂的铺子我都熟，如果东西真到了那儿，您放心，我一准给您收回来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好，走，我也到门口送送念春去。二小姐，哎，让我来，来来，让我来。哎，少爷，这种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？念春妹妹开学，我这当哥哥的出份力，那是应该的。念春，你哥哥帮你拿行李也不说声谢谢。我又没让他拿，是他抢着拿的。不用不用，帮妹妹干活是应该的。这孩子，这。哎，快看，三哥给你叫了辆什么车？你看，三哥多心疼你呀、啊，专门为你雇一辆汽车的。货车，有什么稀罕的？哎，春，这丫头，真是没有规矩，到学校得好好管教管教。没事，走吧，上车吧。老爷干妈回去吧，有事我会告诉你。好。哎，快念春，跟老爷太太说再见。不说，就不说。啊，行了行了。你也上车吧，啊，哎，老爷，我走了。没劲，真没劲。你说你叫什么劲呢？送你去上学。又不是上刑场。他
讨厌。哎呀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听话，心里有什么话别憋着，要不骂三哥两句，打三哥两下。好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，可打你有什么用啊？还是得去住校。嗯。拿着吧，到学校别委屈自己，想吃什么买什么。怎么着，嫌少啊？玲子一个月的工钱。嘿，我就没见过这样的人啊，给人钱还得求着人家。三哥，你真讨厌！要是当初你在我爸面前多说两句好话，那我现在就不用去住校了。住就住呗，你姐念人不也一样吗？不也住校吗？哎，我姐可跟我不一样，她住校可以每个星期回来一次，我要去住校，那得学期结束才能回来。那你说我一个人待在学校里，我多没劲呢！我才不干呢。你有空的时候常过来看看我。好，三哥答应你。那你来的时候还得给我带吃的。带好吃的啊。什么呀？啊？哎呀，给我。我们二小姐平时在家太娇惯了，我就把她拜托给您了。哎，不不不，这个我可不能收啊。再说范爷也不是外人，照顾好二小姐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。校长先生，别推来推去的，不好看。这是我们范爷的一点心思。另外呢，范爷想让我跟你打声招呼啊，对于我们二小姐管教得严一点。好，那这钱就先在我这儿存着，我是绝对不会用的。一旦二小姐有什么急需的，我也好支应一下。何况她还是我们校董范爷的千金小姐呢。我们更得格外小心。不不，您是大学问，交给您我放心。另外，我这儿您什么时候有什么需要，吩咐一声，我立马就到。好好，哎，也请您替我向范爷问好，转达学校和我本人对他的敬意。那我这替范爷谢谢您。啊，别客气。您请。啊，好，别客气。好。行了，事儿都办妥了，你要是缺钱了，上校长那打电话给我啊。哎呀，这平时天冷天热的，知道自己加点衣服，啊，嗯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这次你也算是离开家了，凡事多学会照顾自己，好不好？啊？三哥，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？想我？嗯。哎呦，你可千万别想我，你要是学习好了，三哥就高兴。嗯，那三哥，我要跟你说句悄悄话。你有什么话说吧。不行，这人太多，悄悄话得单独跟你讲。来，走啊，走吧。哎呀，哎，你别跑，摔着了你。哎，三哥，你记得过来看我。再见。真有这等事儿？是啊，不让他管事儿吧，他觉得对他不公平；让他管事儿吧，他就给你胡来。
你说田师傅和严妈在咱们府上干了大半辈子了，拿的工钱还没玲子的一半多呢。哦，这是有点离谱啊。照这么下去啊，没事儿也会惹出事儿来。关键是我怕下人们觉得光汉这么做是您老爷在背后给撑腰。这个光汉怎么就不能给我省点心呢？老爷，不是我有心挑剔光汉，您说自从他进了范家以后，这好端端的院子生出多少事儿来呀。老爷，师爷来了。快请快请。好，师爷。范爷，我再考虑考虑，我跟师爷说说话啊。师爷您坐。哎，好好。哎，请。哎，看茶。光汉，你又要出去啊？你说这个这么大一家，你说这里里外外全靠我，那不出去办事哪行啊？我这两天身子有点不舒服，要不你陪我去看一趟大夫吧。哟，我今儿没空，那什么，我让严妈把大夫给你请家里来啊。有什么事这么重要啊，非要现在走不可？你烦不烦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让媳妇儿缠着，这传出去笑话。我知道你要去什么地方。不缺你吃不缺你穿的，别没事找事儿啊。光汉，你是大户人家的少爷，多少要顾及点脸面。我实话跟你说，我从来就没有顾及过脸面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替范家的面子操上心了？我是替我自己操心。哟，照你这么说，你要生了儿子还真是范家的人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但凡争气，不当这个范家的少爷，我从来就没想过当范家的儿媳妇儿。就是有孩子，也先是我们俩的。你要是肯离开范家，我抱着儿子立马跟你走。什么日子不是过呀？我这不是替咱们俩着想吗？想让咱们儿子有个现成的前途。好，那你去吧。但凡你能够经常这样想一想，也不至于走得太远。媳妇儿说的对，那个什么，你好好在家保胎啊，我先出去办事儿。尔心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？妈，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说，您现在方便吗？来，坐下来说吧。有什么事儿啊？告诉妈，妈给你做主。妈，我真是没脸说出来。说吧，妈给你做主。啊，前些日子玲子告诉我一件事儿，说光汉少爷不仅在外面吃喝嫖赌，还在什么楼，还在什么楼包了一个妓女。
什么？有这种事情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我琢磨着，玲子也不敢说假话。要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儿的话，那可要成为京城的一大新闻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老爷刚从大牢里回来，这心里就没痛快过。这事儿要是让他知道了，真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呢。妈，那这事儿总得有人管吧？总不能让光汉少爷这么胡闹下去。儿媳呢，不瞒你说，光汉不是我生的，说深了说浅了都不是。老爷拿他都没办法，你说我这个做后妈的能管得了他吗？儿心，你要放宽了心，也许这个玲子听着风就是雨，我得去问问他。他胆子也太大了，怎么就敢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？我想玲子也不敢说什么假话。妈，要不您帮我去劝劝光汉少爷。儿媳呢，这个事儿我真的做不了主。要不你缓一缓，等找个合适的机会，我会跟老爷提的。啊。好，范爷，您现在这个……哎，儿心，怎么这么冒失啊？进了门也不跟师爷打个招呼啊？范爷，兴许……哎呀，哎呀，儿心，哎呀，快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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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起来！儿心啊，你有话慢慢说啊，你是怀了身孕的人，不能动了胎气。是不是光汉欺负你了？要是有这事儿，我和你石叔叔为你做主。是是是，爸，那就求您替我做主。儿媳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是不是光汉欺负你了？你告诉我，我也可以教训他。平日里他抽大烟赌钱，现如今他还天天去逛窑子。儿心呐，你这事是听谁说的？你能肯定？儿心呐，这种事可不能瞎猜呀！啊。是啊，兴许光汉是到铺子上忙去了呢。来来，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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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，来，爸，你也不想想，那对青铜马是怎么赎回来的？要不，你们现在去找他，他一准在凤凰楼呢。其实这事儿，府上的下人早就知道了，可是他们不敢说。一则是害怕大少爷，二则是为了顾及府上的脸面，三则说不准有很多人想瞧笑话呢，所以这事儿才瞒到了今天。玲子把这事儿悄悄地告诉了我，我想既然我知道了这事儿，我就不能够不顾及范家在京城的名声，也不能不顾及施家的颜面。虽然这事儿由不得我来说，可是我还是不得不说。爸，我就是想说，什么事儿不能够等到坐实了再去收拾，那就太晚了。我也就这点用心，
要是我说了半句谎话的话，不用少爷来修我，我自己就卷铺盖回家了。儿媳，范爷，这阵子光汉在您府上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呀？严妈，田师傅，师爷，您有事吗？您让田师傅到凤凰楼去看一看，光汉如果在那儿，把他给我叫回来。来，楼上请。老爷，楼上请，请。大人，请，请，请。大人，请。走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楼上接客了。大爷，您来了。怎么来了？姑娘都想你呢。干嘛在这站着？哎，行行行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这位爷看得好面生啊。